欢迎来到美腿 TV， 我是静川奈，身高165公分，星座是牡羊座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如何才撩男朋友，还有就是撩你的小鲜肉、小帅哥之类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发香，就是要很香的头发，而不是很香的臭烟味。一般男生都会很喜欢女生闻女生的头发味道。然后是第二个呢，是第二个是滑滑嫩嫩的皮肤，就可能去见男生的时候，就是去个角质，然后擦乳液，然后就会比较滑嫩一点。第三个呢是身材曲线，注重身材曲线，就是可能衣服啊穿合身一点啊，然后可能脚很长的话就露个腿啊，露个胸啊，或者是想要曲线更好穿裙子的话呢，就是不要穿内裤。第四个呢是坚定的眼神，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跟满满的淫荡感勾引他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